洛神是美啊，太美了，没说吗？人看到鲜花没有不笑的，确实是哈，是鲜花比人美多了，因为它的颜色太丰富了。那稻草来，你要买啥，老弟？哎呀，啊，要什么？口罩。要口罩哈。好嘞。我们这坐公交车还是要戴口罩，管理他说可严了呢。昨天那小伙子也是为了坐公交车冲我这换零钱，他说换了4块丢2块。现在我们都已经没有那个揣钱的习惯了哈，但是坐公交车好像还不允许扫微信哈。哎，应该有了哈，谁在我们这儿？这小伙子经常有时候回家，搁这面帮办公呢。他说这换了4块钱，从这昨天换了4块，完了，哎呀，刺儿，丢了2块，多有意思！刚才买了2口罩，又换了4块钱，特逗。把这个紫色的满天星给它扶到边上。已经没有揣现金的习惯了，我们都已经习惯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揣现金的习惯了。哎呀，鲜花真是没有不美的呀，美美的鲜花。确实是让我们陶醉。这么多吧，这长一点的放后边，从这边。好嘞，放上性感的尤加利叶子。性感的尤加利叶子实在是太好看了，嘟噜噜噜一串，像羊肉串一样，太美了。哒哒滴哒滴，漂亮。你说这一束活色生香的送给一束鲜花，送到谁的怀里，谁不激动？是不是啊？送到谁的怀里，谁不激动啊？所以说，我们要学会使用鲜花，看病人，祝贺生日快乐，真是好。好了，我用紫色的满天星给它配的哈。那么我就挑一个紫色的花纸啊，给它包一包，那指定是非常雅致的哈。或者就用浅色的包，应该就是非常美。好，我找紫色的纸。看，真找到了紫色的纸，用紫色的纸给美女包上。我觉得150的花束有点少，我再给它放几只，有点少啊，再放几只吧。本来应该放百合，结果百合昨天卖没了，那就多放几只玫瑰吧，啊。不一定非得是那种规则的哈，就是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的。
叫什么？腰带竟然也是紫色的，用紫色的花束，太漂亮！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跟粉紫色干上了，看，穿的毛衣也是紫色的。哇塞！就是啊，任何一个美女，或者是先生，收到这一束活色生香的花，太漂亮了哈！这位先生说11点钟给他送过去，我提前给他包出来。这位先生总是从这儿买花，给这位女士。这一束活色生香的花送给谁，谁不激动？是不是？